这发了一个巧的阿菲尔德，对，两边开场的打的底线球战术还都跑得不错。嗯，沃顿也是七分了，还有三个助攻在。找菲尔德给到于长栋，这次传球总算是没有失误，二加一算。看看刚才的这个犯规没吹，会不会影响到他的情绪啊？这个对位是小大防小，投进、哦，这个球的机会不错啊。三中二，拿到了四分九，拿了钻石，跳出来。哦，菲尔德这个抢断成功了啊！面对着沃顿上篮，打进。45-31，这个菲尔德要打快啊，这下真快。到篮下，哎，周雨辰这个命，篮下的很期待他跟杨汉森的搭档啊。哎呀，然后内线空了，陈国豪，哦、好球，这球传的也漂亮，然后位置站的也好。篮板球又是一个进攻篮板，完全没抢下的菲尔德，又是要抢又拿下。菲尔德这个手和脚步是真的快啊，人站得有点近啊。张帆、啊，你看，菲尔德一个节奏变化，这个、球传的很棒啊，分的漂亮。邹雨辰篮下吃饼得手，对，这个从结果看，防守策略是没问题的。菲尔德啊，自己来撤步的中距离。北控就是挡拆就换人、哎，这球是防守被看透了，又是一个抢断，对，又追过来，来了。这段时间菲尔德的手感可是很不错的呀，回来以后要赶紧找人啊，跑他一个，是好在是歇了一段时间了已经。对，他起码有跟这个沃卡夫轮流上，胡金秋正儿八经没有太好的替补，只有他。雨辰没有挡上人，这次还是一对一吗？三秒钟也没时间了，还是撤步压哨解题命中。在第一节根本不可能看到的事情，菲尔德撤步选择三分命中，压哨出手，两个前场篮板球换过了这颗三分球。